半个钟。加油！哎呦，我的浏览有没有用好啦？哎呦，什么意思？放假啦，吃早午餐的意思啦。要选什么啦？都可以，给我选，有最大。好，那我要选火腿蛋与可颂跟斑斓鱼颗蛋，熏鲑鱼。嗯哼。好了，这是传说中的镜头语言。饭啊！你自己都不只拍他的，我拍完他就上来拍你了。好啦，美妙的早午餐，斑斓鱼颗蛋。嗯哼，开动。珍珠眼，你好可爱，你会喷珍珠丝吗？会喷珍珠丝吗？对话对。来念故事书，哎呦你好重，哎呦，你吓到了，啊你吓到了，你想说你有那么重吗？对不对？没有那么重嘛，是不是？念故事书的哈，开心开心哦，这么开心啊！好，今天要来念什么故事书呀？今天念这个故事书好了，《钻石王妃》。好，有一对姐妹花住在一个小农村里，姐姐和妈妈一样面貌难看，心眼儿也不好，大家都不喜欢她，而妹妹却十分善良。肚子饿死了，早饭还没准备好吗？你动作快点行不行？这一天，妈妈和姐姐又起晚了，一起床就凶巴巴地催着妹妹弄早点。早已准备好了，我现在正在弄喂猪的食物。谁说你喂不喂猪呀？快点，快点！你这女孩子做事老是慢吞吞，看着就生气。脾气暴躁的母女俩对妹妹极不友善。你看，啊，你好可爱哟、哦，小勇犬。咦，今天早上的荷包蛋怎么煎得这么老呀？真难吃。妈妈和姐姐一边吃一边发牢骚，
接着又吃点心和喝茶，一直聊天聊到中午。而妹妹呢？可怜的妹妹总是不得空闲，一会儿打扫课，一会儿洗衣服，忙得团团转。妹妹的个性跟已经去世的爸爸一样，待人亲切，很和气，并且长得非常漂亮，好像仙女下凡呢。妈妈跟姐姐嫉妒妹妹比自己漂亮，就千方百计折磨她，一天到晚叫她做这个，任意驱使着。这尺寸呢？什么意思？剪掉？什么意思？讲话怎么沟通？不沟通是不是？我弄我就这样。我好啦。这样。对。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这样，从现在开始。还是马赛克？马赛克可以的话，我整个。整个马赛克。好。Hello， 大家整个。我是小金。今天是我们今天到第250集啊！哇哦！我已经过一半了哎、欸。一半。就是。200到300的一半呢、啊？哦，对，你的基准是200到300的一半。对，嗯，就是以100集来算。哦，对，250集修结的鬼啊！哈，对啊，还感觉蛮快的，为什么？最硬的就是100到200。嗯，对，嗯，那时候真的是，哎、欸，那时候我没有，应该是124到200。生完。对。就一二四升，然后到30集嘛，30集是154集是月中心，嗯，然后再到回来，嗯，回来到200集，那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中间，嗯，对，那时候最硬。那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活过来的？对，每天三四十小时要醒来一次这样，嗯，哦，那个季家的学姐加油，嗯，对，听说才第6天而已啊。很难熬啊！对，潘冠宇真的有去那个、欸，就是私讯他 IG、欸。嗯，对，他好，那我空看一下。嗯，我说你应该贴他贴那个什么那个宽哥 AK 暖 AK 蛇哥那一集，我、嗯、说你要贴130集，人家现在小朋友6天。嗯，对，你应该贴那个给他，然后就还可以偷看后面一个礼拜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对，他现在应该也是在月中心了。应该是，对，应该也是为了母奶而烦恼中，哎、欸，不一定，每个体质不一样，有的真的生出来大概2-3天之后就奶量爆发，嗯 嗯, 嗯，不一定，好吧，祝福他，对，祝福他，嗯，好，来念一下留言哦，好的，金色汤姆有赖社群喽，感谢潘冠宇创建，嗯哼，你们觉得很屌，嗯，就是你的名字居然可以出现在一个频道里面。现在可能觉得没什么了、oh. 对，等一下又小搞搞小玩玩，对，那如果3年5年小搞搞小玩玩就是小频道的意思、oh, 我还以为你说要小什么什么你要开车是不是什么东西就是小频道对对，可能大家觉得还没什么、啊、如果3年5年看这个浪林北红了有没有变、嗯百万 YouTuber，、嗯、哇，那个时候你去看你的名字过来这个频道上面就很屌了，嗯、就值钱的是，真的，对，可以当传家之宝，嗯，我那群众有2集，台白粉有1集，嗯 对, 对，因为那时候找挖人要寄东西给他，对，还有谁？就这样吧，哦，就是每个月的月冠就会被挂上去，对，这很屌、欸，你看如果当初，哦，不要说，哦，木曜啦，群人啦，嗯，或浩哥啦。阿嘎啦，他们也有这样玩的话，嗯，就把那个粉丝名字挂上去，我就感觉很屌、欸。我的名字在上面那一集的话，对，看，对，现在红了，对，去看这样子，对，我就很屌、欸。嗯，
哦，对啊，那我们赖社群哦，今天很热络、哦，而且我发现一个 bug， 嗯，现在这个群组开啊，扣掉我们两个，嗯，是有27个人，对，对，现在目前29个人，总共27个人，嗯，大概有一半是生面孔，就是留言哦，我没有练过这个名字的、哦，嗯，哦，如果他的名字是跟 YT 一样的话，基本上我一半是没看过，对，对，那这些人。既然都进到这个群组来了，那平常为什么不跟我们玩投票的游戏？哎、欸，对耶，还是他们不知道要投票吗？还是他们不知道投票、的方式？我觉得应该要在每一次投票的时候都要再讲一次。我们都有讲啊，不是吗？没有，我们只说啊，明天要投票了。对，然后有哪几集入围这样。嗯嗯，没有，你这样看到就会知道啦。不一定啊，他们说明没有看留言、啊。他们觉得这是深度会员的福利，要前100名订阅的哦，才有这个投票的权利。对，没有他多少？好，我来念一下，29个还要，好吧？可以。哦 ，HA Code， 哦 ，Kevin， 这该不会是？该不会是？你朋友，你上司吧？我主管吗？嗯哼，再来是 Magic Bear， 哦 ，Oscar， 应该是 Oscar，Ron， 哦 ，Ron Kai，Silver NN，Silver NN 是银哦，在西亚金哦，不冷不热木药粉，对，然后俊台练粉丝俱乐部，台北的洋葱，明红与安平温泉蛋，小马。尤家红括号边人，再是玉木曜温泉蛋羊，然后温泉蛋神奇黑雕，什么意思？嗯，怪怪的名字都有。对，那温温太可爱，你敢信？嗯，这样也行。然后无名王小健、伟伟、台台粉雅、高桥祥哉，哦，29位，哦，今天一整天跟大家在那边讲干话，这样还蛮有趣的，嗯。对啊，好，办正事念留言哈，没错，来看一下，哦，好，头像是 Ron Kai， 头像早安，再来是潘曼宇，这个花絮不行啊，雷拉柚子呢，斑斑呢，先不要急嘛，对不对？今天就是实境，所以今天先插播我们创社群，而且还是你创的，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又不是明天就没有花絮了。对，对不对？每天都有。对，给我点时间剪，好不好？然后排播，预录排播。好，再来是明宏，我就是高雄签书会坚持等到雷拉跟工作人员签完的人差低，我运气很好哦。你有签吗？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是说等雷拉跟工作人员签完？没有哎，还是你不记得？好像有诶、好像有。你也有签名的？对，很少数，很少数，就是一两个，就是有全部人的。哦、oh.。对，我记得你这样一讲，我记得有。哦、oh.。对。嗯。好，在今天的冰雪四乡的第四站，哦，在有被我签到的，可以po到那个社群来看一下。嗯。对，今天那个谁啊，就po那个我跟他的合照，是在。2019，我问你账号叫什么名字？2019，哦对，2019温妮生日会的时候，对，龙凯，对，我就遇到龙凯。哇塞！对，哦，余恩滴温妮，对，哦，所以、很有缘分。渊源很深呐、啊。嗯。哇，真的是很拼哎！在好样，此刻留言区有机器人账号放一些黄色误导的连结，那三个只留了一个时间还有连结。哦，有我看到。嗯。这个跟阿亮讲的一样，阿亮说他的 IG 啊，嗯，最近也会有一些那种黄色机器人来留言，感觉表示我要红。哦。对，就是你要至少有一些等级的那些机器人。可能才找你的频道，然后在下面留下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留言这样，对。哇，认真。我们这样一开社群，然后早上那个潘冠开始提醒我，都叫我把那个留言删一删。嗯。对，不然有人可能会不小心点到。嗯
哎，死哥，我接下来可能不会每天出现了。我要考大学预科的考试，全部科目六门，要考完要一个月。哦，好辛苦哦。哇。接下来我只会偶尔有时候出现木曜和金色汤姆的影片下方。你现在就是好好认真准备就好了。对，你现在就是该做，你现在该做的工作就是念书了。对，讲真的就是这样，你不要说哎念书没有用，或念书才有前途，不一定。嗯，对，但是目前你能做的就是学生。嗯，那学生你能做好，就是把书念好，就是这样。嗯、对，在玉四分十八，舍哥是继承我失散已久的双胞胎兄弟，还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我？好了，玉。我给你道歉，好不好？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对，下次你就直接来找我，我们拍个合照，对，好不好？我把它po在群组，让我谨记在心。好像我知道 Ron Kai 长什么样子，嗯，我知道台白粉长什么样子，嗯、对，嗯，我在玉 Line 群组加起来，对对对对，大家加起来。好，代沟代沟，只有雷拉能超越雷拉，除非有 Debbie 或是更多雷拉，不然还是二四八了啦。哦。哎呦，他帮自己留后路哦。对，对不对？还有你们三四五六七，三四五六七，还有五级。嗯，对，我们就来看有没有人可以超越雷拉。嗯哼，我觉得以你的现在的清单来讲，没有。明天有机会。嗯哼，对，就看他。你说这一集还是说这一集的花絮？嗯，对，嗯，看到有没有办法抉择。嗯，如果他是秧苗的话，嗯哼，对，哎呦，好，就讲到这，你们自己看吧。我能做的就是这样了，哥已经很尽力了，好不好？为你们谋福利，你们看花絮就知道了。再是哦，一样的好样，还有舍哥，我因为用的是美国版的 LINE， 所以没办法用社群哦 ，QQ。怎么会这样、啊、这样感觉好像亚洲版的是最新的、欸、应该说版本对啊、嗯、就是怎么最新的功能都是亚洲版最先的、欸、嗯对、啊、因为美国也不行啊嗯嗯好奇怪在部长舍哥已经红到有机器人广告来了恭喜社群改良、嗯、对我们就一步一步、嗯、我就看着我们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这样真的对在今天的冰雪舍哥你们这边的留言终于有来乱机器人了，你可以 ban 他们了啊？会不会是红了，所以机器人来了？然后应该是哦，不是，是要起飞，是飞起来这样。恭喜雷拉又再获得两周两支冠军，这样一来吃春卷的雷拉又可以踩人雷拉，好爽哦！这两个动作可以加在一起，那就更棒。嗯哼。哦，所以他那不是蹲一下再吃，嗯，他是踩着吃，是这个意思吗？嗯嗯。LINE 啊，马来西亚我几乎没有用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下载。如果能下载的话，我早就要买木曜 LINE 周边了，不知道能不能加入呢？哎、欸，这我真的不知道，你可要跟 Kevin 就研究一下。但是9分55，好喜欢十二哥，你这样说话。干，我就他妈的不相信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好好，这不就是我们可以找机会来 diss 你一下吗？喜欢听脏话是不是？唉，脏话王啊！这也不是，怎么说？语助词王，语助词王，对我们没有那个意思，嗯，对，只是语助词帮助发音，强调那语气。好，今天话剧没有雷拉这对吗？看，我都已经雷拉州了，还想怎样？对是不是？也对啊，我差点忘记这是金色的汤姆频道。哈哈哈哈对，啊，等金色的汤姆频道长大了，我们再把雷拉签下来，好吧？对，好好培养他。我们旗下的艺人。对对对，帮他开一个频道，对。大家好，我是雷拉。是这样吗？应该不是。不是哦。对。哦，四亚金，哎、欸，四亚金社群我也加入了。你看，他们其实都一直都在啊。嗯。只是有时候可能忙就没有留言，但都有在看。嗯嗯。对，昨晚看投票留言就知道会二度平手啦。雷拉女王就是不一样。哦，社群加起来，频道红起来，
舌根口误，这是第二周的，哇，这是四月第二周哎。嗯，你没有说的是木曜跟卷蛋讲的。哦，有，因为他前面那个啊，这里啊，就是他了，在潘冠宇10分4秒已贴，哦，他说他已经有贴给那个季佳学姐看。哦。对。然后插播一集，舍哥父亲节开心宣布当准爸爸，是哪一集？第一集哦。你好小哦。Hello。Hello。对，玉居然跑去第一集留言，然后忽然跑去第一集留言。对啊，没有。恭喜舍哥父，没有啦，因为聊天是在讲那个，就是刷那个，奶粉钱靠这个、哦、刷爆金哥汤姆那个、嗯、对，今天大家都要帮忙刷帮忙刷这样、嗯、对，好，那个有电脑的大爷们好不好，帮忙开个视窗，哇，进场大概快10刷了对，而且他那天超好笑，他说哇，只是我看你那个啊，从第一集上看啊，你的脸真的越来越尖了对，可以看出他那个变化，瘦了，对对对对，消瘦，对，从怀孕前然后到现在，对，越来越消瘦。Kevin Chong， 可是马来西亚版本的 LINE 好像还没更新到有社群功能、嗯、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版本了，只好像木曜会员一样等下一次更新开放。话说我下个月我也要金扇子啊，好兴奋啊。哦对，那这样对啊，好像亚洲区他们也算东南亚，为什么？嗯，还是只有日台日韩有可能，对，大陆没有嘛，对对吧，因为是韩国的 app， 所以台日韩最快。对，不知道。哎呀，这样不行。嗯、哇，他也要金扇了。哦，那也很一年了。嗯。哇哦，恭喜恭喜！来，问你。好，今天舍哥放假，所以永群也放假啦。然后早上哦，大概中午吧，就把永群送去我娘家那边了。然后大概下午的时候跟舍哥。偷闲去吃个早午餐，对，走精致高贵路线的早午餐，对，不便宜啊，哦，嗯，而且我拍 menu， 嗯，对，而且就那个量而已呢，对，吃完，我感觉好像吃了一个那个火腿蛋的饱足感，嗯，就这样，嗯，重点是我第一次看小金把早午餐吃完了，嗯。他以前都是会哦，可能就是拨大概1/3或1/2给我，因为那个早餐量都比较大。对对，他今天没有办法拨余的东西给我。今天我觉得我的份跟舍哥的份，我两个我都能吃完，就是我能吃掉那两个。就一个可颂跟两个半一个蛋这样。对，都能吃完。但我们就想过，他到底少了什么？少了薯条吗？然后跟 bacon 吗？就是肉类的东西很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沙拉分量有大概是平常一半，对不对？对，然后面包类也是很少，嗯嗯，应该是这样讲，说不定我们没有点到分量大的，还没有啊，早午餐那个已经是差不多第一、第二单价高的，嗯，还没有点到，嗯，有可能。你说那个可颂就算了，对，因为那是最便宜的，对对啊。不知道，好，然后反正，吃完之后就是回来休息，然后晚上去娘家吃饭，接永群回来。嗯，对。然后我发现永群的眼睛很奇怪哦。嗯。他的眼珠子嘛，然后下眼睑的部分，在这边，然后外面他下眼皮的部分。我从侧边看啊，他下眼皮已经贴到眼球上了的感觉啦，嗯、把下眼睑包覆住，所以是不是他的脸太肉？小朋友都这样啊。然后还是睫毛内插之类的。嗯，对，是不是啊？就是在我是觉得不是啦。嗯，对，我就觉得，因为小朋友看嘛。就是小朋友脸就是比较这样肉肉的嘛，嗯，对，然后他有时候可能会挤到这样，然后感觉让你感觉说是，哎，这个就擦到眼睛这样，但是就像我们人嘛，如果你有东西戳到眼睛，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撑的，就是你如果眼睛戳到或不舒服的话，你一定会扎，嗯，对，或者是你这样每天这样用一定会红，但永群都没有，嗯，对，所以我觉
角度，只是对，只是很接近，对，嗯、但是没有这样的困扰。嗯嗯嗯嗯，对，因为再胖的那种娃娃都有看过啊，他也不会这样啊。好吧，就再看一下。对、啊，而且如果像如果现在讲睫毛倒插，小朋友眼睛应该都会红。嗯，对啊，或者是下眼睑会肿，他都没有啊。嗯，所以啊，如果你要去看医生也是可以的、啊。嗯嗯嗯嗯，就很担心他了。嗯，至少目前看他的外观哦、嗯，行动，然后眼睛的行动都是正常的。对，哦，如果妈妈们真的放不下心，好啊，那就去挂个号吧。对，安求自己安心了。对，嗯，哦，妈妈的心也很重要，不然她每天在那边想那个。对啊，想都没想，你也不会比较好过了。嗯，对。好，来结算吧，今天开了一罐奶粉呢。对了，哦，那就是835加乳糖120，955，嗯哼 ，OK， 累计财经出来啦，总共是266731。今后停休，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明天早上8点见，拜拜。还没有没有，六秒，八分才见，蜗牛。网络用语 ，DTW 是什么意思 ？DT 开了胃啊！看，你怎么知道？这个不是这个是，不要动啊！这个是2001年的，真的假的？很老。